宝宝抬头了，看，正好了吗？录像来着。哎呀，这么好看的长裙，你看，今天是宝宝两个礼拜，就会抬头了。宝宝往上面爬，加油！你干什么啊？哎呦，真的抬头了，厉害！好了，再抬抬他。好了，我都累了。你不是宝宝，你平躺的。你躺的还不够平，哎，对，你就得这个样子，我帮你看到的。嗯。还是有点累，满头黑发，再抬一个。